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听五个赞。几号啊？啊，几号？啊，没有吧？19号。七月十九号。哎，你们今天早上跟你妈去去洗头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去哪里？去公园。是吗？然后弄得满身都是汗。好玩吗？听说小何懒得去爬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为什么不想晒太阳？你都没晒，你叫他不晒啊？你为什么没晒太阳？你要晒太阳啊！你要再过来一点才讲讲话，来坐过来。现在听众都说反应说听不到你们声音哦。有吗？有，快点，快点去看下面留言，看评论，看评论区就知道。你才瞎讲呢！好，所以今天你们去柳公公园，然后回来，走路回来吗？沿路走回来、啊？真的？公车。哦，我还有你多伟大嘞！对啊。我对啊，我想说你们怎么可能走路走回来？对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啊，然后今天练琴不练得很好啊？没有。所以明天怎样？明天一来就要赶快练琴，我明天有学生请假，所以明天早上可以赶快练，练完完就不用练，是不是啊？明天早上。对。不要吵我。明天礼拜几？明天有人要试试。明天礼拜几？现在过到礼拜几都不知道了。对啊，现在礼拜几？太夸张了吧！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又是一个。假装那个好像很忙碌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对啊，你很无聊啊，因为没做什么事啊。你作业写完了没啊？暑假作业。快写完了，剩下的要跟妈妈。为什么不跟我？为什么不跟我写？要用一些照片啊。那可以跟我的照片啊。为什么？就是要去韩国的照片。你要去韩国？谁带你去？谁带你去？他在闹脾气，他在闹脾气。因为呢，我说应该收平板，他现在一直看呐、啊。他说我在惹他，对啊，我在惹他。小心我的平板，会怎样？会怎样？啊，这是我们小恩平常的日常，就是会闹脾气。好，东西收一收了，我们要回家喽。我们跟大家听众说什么？拜拜啦。好，小何说呢，我们还没听圣经，所以我们再回来一次咯。圣经，来来来，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。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。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啊，说什么？你们不要忧愁，知不知道？丁和雨，你不是要听圣经？你听到哪去了？你听到了没？刚刚重点什么？不要什么呀？我已经讲过了，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，所以不要怎么样？不要忧愁，忧愁在脑筋急转弯里面叫谁？谁？谁？谁是忧愁？悠悠，对，娇娇，不对哦，娇娇是焦虑哦，焦虑跟忧愁不一样哦，焦躁，焦虑跟忧愁是不一样，忧愁有点就是懒懒散散 ，blue， 我们俗称的 blue Monday， 就是忧愁的礼拜一，蓝色的礼拜一，懂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怎么样，不要忧愁，因为靠着那个喜乐是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上帝。好，那我们听听在这边告一段落啦。丁恩宇跟大家说再见。